要不要很搭，都粉红色，非常的 pink， 对不对？没感觉啊？怎么反应那么冷淡？茄子蛋是我很欣赏的团体。谢谢兄弟。我一直很好奇，茄子蛋的台语是咩样讲？叫阿能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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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阿是茄子，蛋是能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叫阿能。叫阿能。看到恁就想要讲台语。好，没事没事。恁的台语的歌词写甲真好。谢谢。是你搞形象，我搞形象，你搞你会欣赏。你安尼搞我破，我唔知要讲啥话。那我讲较简单的就好。好，啊，阮边抬杠边回去。哪行哪对。哪行。啊，我们跟着走你走。我们因为我呢还很欣赏以前。给阿能，因为他们街上的蛋。给阿能，这种叫给阿能。哦，给阿能。对。我想说，街上卖的蛋是鸡蛋糕吗？对，可是我们是茄子蛋，是蛋、茄子跟蛋这样子。好，你们第一次来小巨蛋玩吗？我们第一次来卓令德的场子玩。那小巨蛋我们也是就是来一些。那什么时候快点开演唱会？我们开演唱会，请大家期待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都穿这么短了，我们应该为爱情。你有觉得很不习惯吗？觉得好像蛮合适的。对啊，这样很帅哎。好，有没有？非常，我很喜欢。我今天在彩排说，所以你们穿什么？很怕他们穿很黑，然后很像，你知道，就是来练团的。早上真的长黑。啊，对，就他穿粉红色，然后我整个是高八折。Ha ha ha.